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土屋豪制作所的商品哈，这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皮件，它在日本是做那个小朋友的书包起家的，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做皮件的公司。那在台湾买呢的话呢，它是用面粉寄来，哦，费用很高。那透过跨买这边买呢，它就是直接透过我们的空运，已经非常的多哦，就是用日币在计价。好，打开箱，哇，皮的味道好重，很卡片的